本次列车为末班列车，这么说起来，上次见到沈星回，居然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。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。外面有什么不对吗？没有。没想到会在地铁上再遇到你。是啊，我已经在担心这条地铁的命运了。你不会是要说接下来真的会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吧？的确是有点紧急情况，饿过头了，但所有可以吃饭的地方都关门了。可能是因为最近流浪体活动的比较频繁吧。那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也刚回家？在想一些事情，回过神的时候已经错过好几班车了。下次还是不要到这种危险的地方想事情了。危险的地方？难不成地铁也是活的，也会吃人？你没听过那个都市传说吗？半夜12点后，这条线会出现一班无人的地铁，载着误入歧途的灵魂，在无尽的黑暗中驶向深渊。深渊？现在离半夜12点只剩半分钟，再不下车，深渊就要到了。你的兴趣是讲鬼故事吗？我经常搭这班地铁，没遇过什么异常。等一下如果遇到怪事，但愿你还能这么勇敢。说到怪事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一站好长，地铁很久都没有停靠站了？花苑西路到了，右侧开门。又是花苑西路？不对吧，我刚刚明明就在这站上车的。这里不对劲，沈星回，要不我们先下去。不行，这圈套下去就再也离不开这个月台了。但这里不会真的有灵异现象吧？不是闹鬼，是流浪体。小心，